主持人，我是阿啾，我是敏纯。深港新市镇这场艺术节呢，不仅是深港属地的艺术节，更是呢汇聚众人之力的在地艺术节哦。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涵盖年龄以及参与层面更加广泛的在地艺术节，社区以及公园都是大家的。希望新市镇呢，不只是艺术节的舞台，而是营造更好的生活空间。社区协力，在地共圆。我们希望呢，透过街头剧场艺术家的参与，以及艺术节作为在地生活美学的展现，提供民众有别于以往的宗教性妈祖绕境，或者是乡镇公所例行的活动之外，也可以在艺术上有更多的想象与选择哦。没错，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指导单位文化部，以及补助单位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，协办单位深港乡公所，大同社区发展协会，林林故事馆，以及二轮故事屋，以及最重要的主办单位平蓬草儿童剧团。哎，各位小朋友，你们有看过我们平蓬草儿童剧团的演出吗？有吗？有没有在地深港的乡亲朋友们？有吗？举个手让我们看到好吗？那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剧团演出过？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在明天的下午3:30，我们会有带来平蓬草儿童剧团所带来的《新绿野仙踪》的精彩演出哦。所以呢，各位爸爸妈妈以及小宝贝们，对我们的剧场表演有兴趣的，明天下午3:30呢，可以一同来观赏哦。没错，千万不要错过咯。那呢，我们平蓬草儿童剧团呢，是我们在地深港乡的一个在地剧团，至今呢已经创立了20年之久，已经陪伴着大家20年的时间咯。也希望呢各位爸爸妈妈以及我们的小朋友小宝贝们，一同的继续支持我们在地的平蓬草儿童剧团。没错，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，会得到我们更多详细的资讯哦。那呢，我们下午呢1:00到2:00的时间会有一个剧本杀的体验活动，会在左后方我的手指的方向那边会进行一个剧本杀的活动，那非常适合青少年一同来参与。以及下午2:00到3:00呢，会有一个立体故事屋，非常适合大班以上的小宝贝们一同来参与哦。那在早上10:00以及下午1:30的时候，我们舞台区这边有邀请到了街头艺人来表演，那内容包含了歌唱、戏剧、杂耍、小丑等等哦。那如果在表演结束，观众们你们与表演者合照成功的话，我们可以到服务台来抽免费的 DIY 体验券，那每个人最多是2次的机会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咯。刚刚有听到我们的规则吗？等一下呢，我们的表演者表演结束之后，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合照的时间，那呢凭着这个照片可以到服务台进行抽取 DIY 兑换券的这个部分。所以呢待会表演之后呢，我们邀请各位爸爸妈妈可以一同来跟我们的表演者来进行拍照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是不是要带来精彩的表演了？是的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个节目。好，第一个节目呢是邀请到我们的温暖歌后郑如君所带来的表演哦。人的生活对人生活来的太多，你遗忘，你总会让自己不同，你总笑着逞强，对爱情害怕戳破，放弃挣扎，你看着我眼睛，你记着我声音，我微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、啊。
总感到失望，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。你总伪装自己不同，你总笑得坚强，对于爱情害怕触碰，我在等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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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
来，那你们可以先看一下，每个人的长相。那待会因为有调整过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可选角色是这四位。好，一号角色黄家纯，那个酒吧的。二号角色李芳怡，三号角色张明昌，四号角色李燕。这几位是待会你们可以选的角色，啊，不一定要选自己性别的。为什么不是这个我们一同来掌声的欢迎合作社剧团所带来的《舞告白》表演，掌声欢迎！这样子捏而已哦，捏一捏直接戳上来的时候，表面注意看它其实很多一条一条的皱纹，它有一条一条一条的皱纹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粘土要像包包纸这样子包吧，快速这样包圈，快速包圈，在搓圆的时候，你要先自己学搓，我再帮你，我不会先请人去帮你。这样子一搓过之后，表面就不会有任何皱纹，乖乖皱皱，对。没有，你刚才坐在这上方是你会变魔术，来之后这样子哦，这样子之后我们再轻轻的这样子推一下，把它变椭圆这样子，这样推这样压下去就慢慢变椭圆。之后我们就看它这只小白熊中间有凹陷下去，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当中这样子在做这个动作，轻轻压一下，它就会凹下去这样子，做到这样子给我，哦，好吗？
好，九号，嘿，口气带进去，不要怕，好，你们带着大家说什么？没问题的。哎，这个没有感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来，我们请小朋友进前来看。好，你说。啊，帽子，帽子是什么？哪里哪里有帽子？对啊，帽子上面有什么？宝石，对不对？是国宝的时候。还有你们注意看到什么呢？这个喵的，阿西公棒晒棒尾枪，是不是眼睛会眯起来？所以呢，国宝这个表情呢，他到底是哈哈好开心还是啊？你们觉得他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？觉得开心的举手。不开心啊！你好棒棒，好像是不开心。那到底刚刚呢？还有小朋友看到说，还有帽子哎，还有猫耳。啊，有可能皇冠太紧。哇，你们都好厉害，好多想象力。有可能说，哎呀，好紧哦，好紧哦，我需要深一点。到底什么呢？感觉不开心。这个比利说的，这个表情就是不开心。为什么不开心呢？好听的不行，就是接下来。制所带来的 Oh My God， 他的表演形式呢会以小丑、默剧以及互动的方式来跟大家进行表演哦。大绝招，大绝招，大绝招 ！OK， 来，滴滴，飞出，滴，嘣，啾，嘣，嘘，这个响，这边，嘣，嘣，嘣嘣嘣嘣嘣嘣，嘣，哎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嘣嘣，没了，嘣，嘣，来，嘿，来，滴滴滴。很危险，很危险！对对，哎，出出出，嘿，砰，砰，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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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
Yes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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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ohoo! Yeah. Yeah. Huh?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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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Woo! Woohoo! Yeah. 丈母娘。嗨。岳父。嗨。多多照顾啊。谢谢。一二三，敬礼！谢谢，谢谢。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到底皇宫长什么样子呢？哇！来到皇宫，来看一下。先大家一起说，看到了什么？来，一二三，嘴巴讲出来。那什么东西？举例来说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的魔术师 Manager。 等一下看到精彩的地方，不要吝啬你的掌声，仔细看着我的眼睛，仔细看。 One, two, three, go! Yeah! Check it out! Woo! Yeah! 我们来变一个气球的魔术好不好？啊，我这边有一个红色的气球，Woo! 瞬间变成一个魔法棒。 Yeah! 出好不好？这边有一个图画书，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东西，再看一次，看清楚啊！还是没有东西，不要担心，因为我有魔法丝巾，擦一擦，擦一擦，呼呼，弹个手指，吹一口气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可是封面是彩色的，里面是黑白的。魔术师不满意，仔细看，哎，哦，瞬间把丝巾变成彩色，再擦一擦，擦一擦，弹个手指，吹一口气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耶、yeah ，太棒了，呵。可是有一个问题，虽然我把它变彩色的，可是不知道哪一个小朋友帮我画的那么丑，对不对？涂得很不均匀哈、哦，所以。弟弟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拿下你的口罩，站在原地就可以了。用力像这样子，对这个图画书吹一口气。经过这个弟弟吹一口气，你就会发现上面很多你的口水。啊，但是有弟弟的口水加持，仔细看，原本画很丑的图案瞬间，哇，会变得很漂亮。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这位弟弟，耶、yeah ！弟弟，谢谢你的帮忙，送你一个宝剑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 ，OK， 好的。接着下来，魔术师洗个手。OK， 啊，我们来玩一个哦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弟弟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帮我捏住，捏紧，捏紧哦，捏紧，不要放手，你这要捏紧，捏紧，捏紧，捏紧哦。OK，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
这是气球，对不对？哈，你知道什么颜色的气球吗？非常好，现在把手轻轻的放，弟弟，我叫你轻轻的放开，你怎么那么用力的放开？很痛，你知道吗？痛到手都肿起来了，你看。跟你开玩笑啦，这假的啦。仔细看，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气球给冲起来，用到这个打气筒。仔细看，哎，呼，耶。好的，各位，接下来就是魔术师的下午茶时间。没错，我的下午茶就是眼前这条全世界最长的巨无霸大香蕉。待会呢，我会在面前把这条大香蕉给吞下去。那你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都不给我，你以为很简单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这个表演呢，非常的危险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，不要学。叔叔有特别的练过，仔细看 ，music。嘿，啊。鼓励一下，耶！嗯，好好吃哦。不过小朋友不可以学，很危险，知道吗？先听我说，小朋友，吃完东西要养成擦嘴巴的好习惯，不然嘴巴会脏脏臭臭，知道吗？你先让我擦个嘴巴，等我一下。嗯，哦，等一下。我还没有吃饱，我香蕉，我香蕉很好吃。小朋友不可以说我吃过香蕉，只是我练过，知道吗？掌声鼓励给这位勇敢的弟弟！哇！奇怪，怎么到处都有人在帮助他们啊？哼，不过没关系的，我还是有办法的。快，光速前进到翡翠城！这些年不断有人要找魔法师，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过他，就连我也没见过啊。哎，你没见过？那你怎么知道有那个魔法师？那是因为就是那个就是跟你说那么多你又听不懂啊。不要这样啊。对啊，太多了，哎，那我们讲啊。再啰嗦了啦！等一下，你脚上穿的可是东方女巫的魔法鞋哦。对啊，哎呀呀呀，小妹妹，你有这双鞋怎么不早点说啊？来人呐，把他们带下去！好老师，你要去哪里？给我停下来！糟糕了啦！那个坏女巫，哎呀，你拿她妹妹
谁的鞋子啊？哦，对对，他应该是来找你要回去的哦。那我们赶快还给他。好了，还给你。等一下，如果没有那一双鞋，你们见不到魔法师哦。给我。你穿啊，你试试看啊。那是我妹妹的鞋子，我妹妹的鞋子啊，就是我的鞋子，给我。给我。哎呀，稻草人到底给不给啊？哎呦，这已经超出我的脑容量了，我不知道啦。哎呦，啊，狮子，你会保护我们的，对吧？你忘记我是最胆小的吗？喵！狮子，哎，不要哭，会生锈。喂，是谁在外面吵吵闹闹？禀告大帝，这是一群不知名的人，一个小女孩穿着红鞋，一个稻草人，一个机器人，还有一只看起来好胆小的狮子。那个穿着红鞋的小女孩，是北方女巫说的那个陶乐斯吗？正是。带他们进来。装备。啊！我快要得到一颗脑袋了耶！我好像快要得到一颗心了。啊，托托，嘿嘿，你来的正好。再过一个小时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家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对了，你们现在就可以叫我森林大帝喽、哦，因为啊，我等一下就要得到我最想要得到的勇气了，耶！我是森林大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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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呀，我看呐、啊。我会先把你的胆子给吃掉、怎么办啊，我连你们几个都保护不了、我真没用啊，可恶，这只狗竟敢咬我，看我怎么对付你，无力巴拉，我变快把鞋子交出来，奥兹大帝驾到。你们几个还不赶快闭上眼睛？奥斯大帝是你们可以当执事的吗？哎，大胆，是谁在我的翡翠城闹事？哎呀呀，奥斯大帝啊，你可不要多管闲事，我只是想要拿回我妹妹的鞋子。在我们这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东西都不许拿走。哎呦，奥兹大帝啊，你以为我怕你吗？我怕了。陶老师啊，如果你想要要回你的狗，就拿鞋子来换。怎么办呐、啊？托托每次都不见了。陶老师，你不要哭了嘛。你们到底要什么？我要一颗脑袋。我要一颗心。我要找到托托，然后回家。那你呢？我想要得到勇气。你这个人讲话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啊？你不知道狮子他已经很胆小了吗？人家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到这里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凶他呢？对呀、啊，我，奥斯大帝人呢？我们找找看。这个在哪里？是不是那个？他在这里呢。他在这里了，我找到他了。你为什么躲在这里啊？因为我怕女生。他说他怕女生啊。不过你们看，他从外形来看，就跟陶乐斯一样，是个小孩子啊！天哪，小孩要怎么帮我们完成愿望嘛？哎呀呀，不好意思哦，
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他的律师。哎，啊，你不是门铃吗？哎，你不知道现在流行斜杠人生吗？哈哈哈！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要是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啊，不要说是完成愿望了，你们可能会现在翡翠城关上一辈子啊！二师大弟，我们走。被骗了！事情怎么变成这样？我跟所有的不一样。哎呦，早知道我也不要妄想得到什么勇气，永远当一只胆小狮就好了啊！早知道我就守在田里陪着青蛙、蝴蝶聊天就好了。Everybody， 大家振作一点！机器人，你不是最爱哭的吗？事情还没有到完全的绝望，或许我们打败女巫是最好的希望。哎呦，怎么可能嘛？我们一个没有心，一个没有脑袋，一个没有勇气，还一个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我们拿什么跟女巫战斗嘛？拿出、什么？哎，我的油啦！大哥，等一下，快生锈了。好了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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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我觉得机器人说的有道理，我们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希望。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现在连九九乘法都背不起来，没有办法帮你们出主意了啦。九九乘法我会没？又又啊，二一得二，二二得四，二三得八，二四。等一下，二三好像不是八嘞，二三是多少？不要问我，我脑袋都是稻草啊！你问他们好了。小朋友，二三是多少？好像真的是六哎！哦，小朋友都好聪明哎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陶乐斯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决定了，我要拿这双红鞋子来换回托托，就算要留在翡翠城一辈子，我也没有关系。女巫姐姐，你赶快出来，你要的红鞋子就在这里。陶乐斯啊，陶乐斯，算你识相，快快把鞋子交出来。真的吗？你不可以说谎骗人哦！说谎的是小狗。那不就跟托托一样吗？好，那我把鞋子给你，你要把托托还给我哦。一言为定。好。我怎么可能轻易答应他呢？当然是骗他的啊！快快把鞋子交出来！好，我把鞋子给你。陶乐斯啊，陶乐斯，你也真是单纯呢！你以为我会让你轻易的回家吗？这只狗啊，对我来说啊，根本不算什么。重要的啊是这双红鞋，有了这双红鞋，我就是魔法世界里法力最高强的女巫。没了这双红鞋，插翅也难飞。你这个可恶的女巫，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？你，我就问你啊，你是谁？你就是那个碍眼的稻草人是吧？我早就啊想要放一把火把你给烧了。我变，我烧起来了，救命啊！找我了，怎么办啊？不行，看到朋友在痛苦，我不能继续懦弱下去了，我要坚强起来。坏女巫，你等着瞧，朋友们一起来。好，我是狮子，多么之王，就让我比力气大。快点，我回收小朋友，等一下战斗我们
需要大家的帮忙。当我喊到狮王之声的时候，请大家大声发出狮子吼，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，集气，狮王之声。哈！小朋友，刚才那次好像声音不够大声呢，我们这次再大声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哦，集气，狮王之声。不行啊，这点小伤根本就不算什么，看我把你从狮子变成一只猫，我变。快去拿水来啦、哦、好，我赶快去拿水。我只有拿到一杯水，不管了，我先泼出去再说。一二三，加油呀！泼歪了，水？什么是水？我最怕水了，水会让我整个人融化，会让我的法力全部都消失。哎，不过只有那一杯水而已，根本不算什么嘛。水好像真的有用哎。各位小朋友，你看看你们的后面有两颗大水球，麻烦你们传到前面来，让我们一起打败女巫。小心呢。我是狮子，多么之王，就让我比力气大。这一下都是爱的力量啊，就像小朋友一样，这些爱啊让我们学会勇敢哦，谢谢。稻草人，你变聪明了嘞，竟然知道 提醒陶乐斯赶快去拿水，太厉害了。没有啦，我是怕我身上的稻草烧光我就死翘翘了。对了，机器人，你这次的眼泪很有用哎。对不起啦，我以前都一直骂你的。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子说啦，我还要感谢你啊，带我来到这个翡翠城。没有得到一颗星，但是刚才一紧张，我好像感觉到我有一颗心在咚咚咚咚咚咚跳得好快哎呦啊，这也太大声了吧。机器人，这就是你的心跳声啊。真的耶，恭喜你有一颗心啊。有了心之后，我就可以体会比海深比天空还辽阔的美好事物。好羡慕你们哦，你们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哦，不像我只剩下红鞋子还有托托。陶乐斯，先别伤心嘛，或许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啊。对对对对对，稻草人现在变聪明了，他可以帮我们想想办法哦。好，我来替大家想办法好了。他想到了啊。没有想到啊，只是放了一个屁而已。可能是我现在的智慧还是太浅薄了。没关系啦，我已经做好和托托留在翡翠城的准备了哦。只是我真的好想姑丈跟姑妈哦，有他们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。你不要哭了，你哭我要想哭了。
成任务，打败东方旅姐姐。老天也会帮忙你的。嗯，可是我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啊。别担心，我已经请小人国的百姓来帮忙你。等等，你照着他们的指示就对了。陶乐斯，我们带热气球来了，快坐上热气球。陶乐斯，赶快坐上去啊。可是这个热气球没有燃料啊。敲敲你的鞋，你的红鞋就是燃料。我们彻底的、完全的、真心的祝福你早日回家。哎，老师，赶快上去，赶快上去。对啊，赶快坐上去，机会不等人的哦。哎，老师，那我先祝福你找到温暖的家。哦，我的朋友们，我会很想你们的。空空空，阿辉一。阿世，再见！再见！大家再见！再见！再见！我们会再见到陶乐斯吗？啊，不知道哎，有缘就会再见了吧？我们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嘛。不知道哎，好奇妙的旅程哦。好了啦，稻草人。珍惜你好不容易得到的脑袋，先不要想那么多了啦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来开一个 party 庆祝胆小狮成为森林之王。耶，开 party 哦。地下哇啦啦，要慢慢长大，刷刷刷，大雨之下，呜呜呜，风越来越大，哇爸爸，千万别害怕，因为我要学着长大。嘿嘿，拍拍你的脚，一二一二，我牵挂，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，原来喜乐和。慈良善信是温柔节日，念的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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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噜呼噜，不要哭哭，稀里糊涂，不要迷糊，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，尽心尽力，活出新生命，呼噜呼噜，不要哭哭，稀里糊涂，不要迷糊，一步两步往前跨出。小小小小豆荚，噼里啪，蹦出小豆芽，叽里呱，在太阳底下，哗啦啦，要慢慢长大，刷刷刷，大雨之下，呜呜，风越来越大，爸爸爸，千万别害怕，因为我要学着长大。前方，尽心尽力，活出新生命。参与两天的新市镇艺术节活动，我们再次谢谢所有台上的演员，还有各位，谢谢你们。